看看新闻网。日前频频被传分手的陈伟霆和阿萨，每每亮相都会被追问感情问题，陈伟霆也是耐着性子否认一遍又一遍，不过内心独白就一句，放过我们吧，希望大家放过我吧，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低调一点就最好，就不想那个关注度放在这个问题上面。 那现在跟他已经多久没就是没见面了？蛮久的。那很多粉丝会关心你的同时也会问到会不会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的，会想过吗？暂时真的是以工作为主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